中午吃什么？中午我在家里吃饭。最幸福的事儿。挺好。要不然炖个土鸡。不用。我问一下，问一下我们他们吃饭没？他们吃饭就不让他烧火了。我自己烧，现在有水，自己烧饭吃，开到那个田沟里去。拿点肉片，拿点西红柿一煮就可以了。啥物你们吃的是？我不吃，我自己搞点那个有饭，我搞那个面条煮点肉中了。那不那个，你小饺子吃着了，我那才搞的是年年冬卷。不搞我油。啊？不搞我油。我那个，我踩小米，我没吃。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管他呀，在那搞电视炉，我有六三的，讨不讨厌？我不要不要，我管我看那边去，我自己搞电视炉一哈子搞好了。干面怎么放搞一份去？那哈子那个偷乎呢？你送点给人家那么多。不，把点正馅进去。那我你不来糊弄，哪来的主意？来糊弄我妈主意。你以为的那吃不搞完咋搞完呢？一给家小小的一顿来坚持还给我吃着，我们吃点肉都吃老苦他怎么吃完你别不能我家一人包着不吃那麻烦哪一个哪嘎都老豆闺女有饺子你不吃搞一新鲜的我煮的快得很好没得没得好哥又给你们买火腿肠了你来天就水你不会这儿在那天就水穿到后面不用我有有小黑来，那里毛豆，那里后面，快去找，还没找到，找到了，呵呵，刚吃过了，走，好吃吧，好哥，啊，没有，来，这里还有好几包，等于晚上再拿回来。我这个吃完，我要去。